在过去，咱的陈定南、尤锡坤、刘修成三任馆长所创立的这个宜兰经验，是予全台湾的人，甲咱亚大富翁，甲咱学落。所以，咱今年宜兰县爆发相关的司法弊案了后，咱的林祖苗馆长被起诉四大罪状。第一条就是贪污渎利，第二条是财产来源不明，第三条是特殊洗钱，第四条伪造文书。这所予咱宜兰县直接甲贪污连结做伙，予咱真济出外拍拼的这年轻子弟，也是咱的一挂这少年朋友，伫外县市头拢举袂起来，毋是林祖苗出外记者伫家己。头也袂起来尔咧，像咱出外伫拍拼遮个少年人，常常互支支吾吾讲，为虾米恁宜兰县哪会去选出即款个县长？过去咱宜兰县不管是伫县政个施政品质、校园规划，也是乡土教材等等，咱主政个县长拢是以清廉来作为唯一个标准。那会伫即届县长林祖苗煞甲咱的县政舞甲甲贪污等等的这司法案件拢连结做伙，甚至伫这段时间看到规个行政团队拢无心伫县政，予咱看袂到宜兰县的未来伫倒。社会福利做伤济，被新计是纠正。要求县政府要做调整，这就表示咱宜兰县的相关基础建设，伫这四年的时间内底，因为社会福利的支出伤济，排挤地主着咱这建设拢无做，这嘛会相对影响着未来咱宜兰县甲其他县市的这个竞争力，所以咱的主题未来赶快来出外去找头路。这是咱大家唔愿意看到，嘛希望讲咱会当营造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这个投资环境，哦，企业嘛会愿意来宜兰投资了后，咱的子弟免出外去找头路。咱无希望讲这段时间这个贪污案伫外县市被真济这个民意代表，也是讲。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拿来做茶余饭后的比较，的比赛，的比拼内底，咱比人较好，安尼，互提出来去消遣。过去，咱拢是名列前茅的，咱伫互讲的，是值得人要来宜兰学习，人会带团要来观摩，要来看宜兰的建设，要看宜兰规划新的完整环境是啥。毋是即阵，予人伫食袂饱，摕出来伫消遣，讲宜兰县即摆偌烂比偌烂，即摆林祖苗县长变甲啥物款，甲县政府甲乱七八糟。所以像安尼，讲实在，予咱所有县民情何以堪，非常难堪。是毋是请林祖苗县长？你应该要勇敢来面对你的司法案件，嘛爱来面对着议会监督，不是用闪避的方式，无来进入议会避询，这安尼会乎你的案件永远拢无法度有一个水落石出的一天。媒体十字啊，咱伫宜兰县伫第十五名啊，这两天。在台中把我们的林祖苗县长拿来做比拼了，因为台中的刘秀燕说17名，在他的议会议员提出质疑，说台中比宜兰的贪污林祖苗县长，他们还排在后面，这是一个情形，就是说以贪污来做比烂的啦，还要够用这种，
反教材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新闻。啊，即嘛是一个全国的一个焦点，拢讲咱宜兰是一个贪污现场，对着宜兰人非常无公平啊！用这种的教材来去做比喻啊，对宜兰人感觉真受委屈。所以讲，过去的馆长是安那，即卖馆长是安那。未来的馆长是要阁选什么款的馆长？我相信咱宜兰县的县民应该爱冷静去思考，咱未来是要爱怎种馆长，才会当甲宜兰做一个较大的改变，卖方提来去做全国性的文宣，阁贪污的这个负面教材。宜兰县哦，以前拢是红碧鹤的高标的，现在变成让人家来其他各县市哈、哦，变成比坏的比烂的，变成低标的县市。啊，我们更遗憾的是哈、哦，林芝庙这个集体的贪污案，是刘淑兰不办的，是集体的，啊，一起指使者，一起朱某。他的心腹，他的同仁都主政立立了，但是一个你硬要说这是政治迫害，不敢面对现实，不敢面对 全部宜兰乡亲，不敢面对县议会，不敢来背信，他是一个绕跑团队。第二、哦、他无能更无心于宪政。我一天就除了糟蹋，还要糟蹋人伴。咱爱这款傀儡的县长干什么？林县长，回来吧，我们这是你的义务了，你要回来啊，变形。啊，嘉诚，不管是詹廷南先生、尤锡群了，因担任县长。市政管理度拢是全国第一名。啊，我那阵啊，感觉讲咱宜兰人出门行路无方，大家来讲，咱宜兰人啊，真好选举，选到真好，青年拍拼啊，这个好环境。那么啥，这个林书良馆长啊，四项同罪，贪污伪造文书，财产来源不明啊，特殊涉及。这四项被检察官来个起诉，我想台中啊，这议员啊，提这款咱林书良馆长贪污啊，这个扛到啊，讲因个市长啊，民调比林书良馆长高歹，和宜兰县人啊，啊，伫闹腐，不但伫宜兰闹腐，来全台湾闹腐，安尼我感觉讲林书良馆长啊，有危险啊，不应该啊，应当啊。伊爱有足大进步，我想话爱赶紧啊，等下摇咧。啊，阮那个质询是安那，即四项同齐啊，比较唔敢面对现实。啊，呼吁啦！现今的县长四大罪状，我希望全国的即各县市啊，唔通来模仿即歹的反效果、反负面的教材，咱来比好啦。台湾才会提升啊，所以讲，底下我呼吁哦，不要比烂啦、啊，就是要像以前一样，被全国认定模仿的对象。绕跑馆长林芝庙愧对宜兰人，绕跑馆长林芝庙愧对宜兰人，绕跑馆长林芝庙愧对宜兰人。